日前 BigBang 成员权志龙最近连续与原 After School 成员李朱妍爆出绯闻，上个月两人还一起拍摄了亲密视频，不久前网民发现了两人在相同的地点拍摄的照片。对此 YG 娱乐表示这是艺人的私生活，将不做回应，而李朱妍的经纪公司表示正在向本人确认。上个月两人的亲密视频吸引了广大粉丝的目光，视频中权志龙与李朱妍亲密的在一起模仿电影场景的样子，但是两人都没有对该视频做出任何回应。如今两人与相同场所拍摄的照片曝光，希望爱豆们给个说法哟。